罗非，但我见过你。你去刺杀陈荣贵的时候，我也正准备执行同样的任务。你是谁？军令部特别行动队队长马龙川。谢谢。你怎么被抓了？引咎罗非的行动失败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就被关押在五层东头的第二间刑讯室。怎么？他不在那儿了吗？现在整个五楼只关押你一个人。跟我走。